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怎么算？ Because of log 题目告诉我这两个条件，对吧？好，麻烦你把它转换一下，把 log 以20为底， 60怎么算？其实这一题哦，算 log 题目，麻烦你把它转换成用 ABI 表示，行不行？像这种题目 log 题目啊，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想办法底数是要多少，好吧？你现在先决定以 谁 为底。 这边是以2为底，以5为底，有没有一样？没有，所以说你想办法要以几为底？你看一下这两个 log， 大家都有谁在？都有2在，所以说这一题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转换成 log 以2为底5，行不行？原本 log 以5为底2是 b 的，那转换成 log 以2为底变几 ？b 分之一，那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哈，是哦，好，所以说抓住这两个条件，我们今天想办法以几为底？ 以2为底，好不好？所以说是 log， 对吧？底数是几？20。以20为底，60怎么算？我讲过，看到一个 log， 可以把它拆成好分数，好不好 ？OK， 用换理公式把它拆开， 60在上面写分子， 20在底下写分母，底数 a 随便写。配合题目这两个条件行不行？我一律写几为底？以2为底，行不行？ 所以说这里我只要把这两个算出来，这答案就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怎么算？老师把它出来这边算，好不好 ？log 以2为底， 60怎么算？来，什么叫 60？ 60可以分解，可以哈。来，你要是不会把它抓起来，反除2、3、2、15、3、5，所以60可以分解2两次，再乘3，再乘5，这样行不行？ 写到这边时，一个 log 相乘，老师可以把它拆解成好几个 log 怎样相加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哈，一个 log 相乘，老师可以把它拆解成好几个 log 相加，把这2往前飞变几倍？2倍的 log 以2为底2是几？1，加上 log 以2为底3是几 ？a。 加上 log 以2为底5是几 ？b 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把这化解，它可以写成2加 a， 再加上 b 分之一，行不行？好，再看这个， log 以2为底 20a， 来一样， 20可以分解，可以哦，是直接好不好？因为20可以分解成4乘5嘛，它可以直接写成2两次乘上几 ？5， 那一个 log 相乘。 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两个 log， 把它怎样相加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你观察一下， 2往前飞是几倍？2倍的 log 以2为底2是几？1，加上 log 以2为底5，题目说告诉我是几 ？b 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所以 log 以2为底5是几 ？b 分之一，所以说把它写进来，好不好？所以2加几 ？b 分之一。好，写到这边之后。 麻烦你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你观察一下，这时候你看一下，这边分子的地方，以分母有 b 4很讨厌，这分母地方分母有是 b 4很讨厌，所以说老师建议你，我这时候分子分母都是想把 b 给消掉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把上下同乘几 b， 把上下同乘 b， 乘起来是几 ？2b 加上 ab 加 1。 乘起来是 2b 再加几，1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麻烦把这边把大家看一下 ，OK。